粉儿哥今天这么不开心啊？昨天上不着都死了。哎，咱们换个话题好不好？换个话题。嗯。粉儿哥，粉儿哥，你咋不说话呢？他太难过。没事。郁郁寡欢的粉儿哥。还有这个，部长爱喝，还老叫我给他多加点冰块。啊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而且他就跟上部长关系很好。对，上部长总是下命令给他。粉哥，你是一到公司，上部长就是你领导吗？啊。那是几年了呀？四年了。你为啥那么难受呢？我进公司这么久，就我一直都是跟着部长的。对，上部长对他特别好。喂，上部长，我是姐。哎，喂，上部长，哎，你出来是你吗？啊，我挺好的，你们怎么样？哦，我们挺好的。粉儿，记得那个，等会儿拉他们进工作群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张粉儿。哎，部长。下班之前交给粉儿。粉儿，把这个 PPT 啊，给我重新整理一下。哎，粉儿啊，你得加油啊。哎，粉儿啊，很不错。粉儿啊，粉儿啊。我们刚进公司，上部长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，我觉得很温和的一个上司。部长好，你们好，你好，简历我都看过了，先跟人力去办入职吧。好的，好的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欢迎新同事。不错不错，干得漂亮啊，做得真不错啊，再接再厉，也可以照顾到每个人的感受那种上司。非常棒，非常棒。昨天第一天上班。就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吓坏了吧？来来来，压压惊。谢谢。上部长在我眼中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领导，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。上部长好。来来来，我有重要的事要通知。大家一起培训室做一下准备工作。今天啊，非常开心啊，那为了让咱们部门能够好好。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跟力量了，但最终他还是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。他即便是没有那一声枪响，法律也不会放过他的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。他是一个初心很美好的记者，他是一个很勇敢的女生，他想要做一个很好的妈妈。他已经很努力了。这是有门的，哦，有两个通道的口，所以有一个地下。哦，这是个暗门，一，这里有一个一耶。
高级戒备区域，请保持安静。小心，大声小声一点。一个地下的空间，这个地下室就感觉藏着什么大秘密，出乎意料的空间，而且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公司的地下会有这么大一片地方。第一次进到地下，我觉得我们公司的暗道也太多了吧，我的妈也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哪哪都是，就觉得这公司真的有太多秘密了。但是我觉得已经差一步接近真相了。Wow.